各位朋友，你们好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种饼亲呢，叫做生饼。这个生饼呢，在我们国家呢，它是软饼皮的一种，叫生饼。但是在我们国家北方呢，它叫甩头。它小巧玲珑，便于携带，而且实战性很强，所以呢，也就当做暗器使用。这个生饼的结构呢，它是由表头，哎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表头，与环的铁环，与绳，还有生表的表材组合而成的。在生表的把手这边呢，咱们用绳握个套，哎，这个呗套在一个左边手腕上，哎，便于练习。对于这个绳子的长度呢，它是一般是因人而异。它没有固定的尺寸，它一般呢是以人是人的身高的2倍，啊，大家眯一下，它是一般是人身高的2倍，哎，也就是你左臂伸起来2倍长，以这为标准，按人的身高矮而定。这个绳子的质量呢，一定得选好，像我们平时的塑料绳啦，平时那种化纤东西呢，那不宜用作绳表绳子，因为它在手里边。带来搓去的，要很少绳那种绳子不能用，一定要选那种并不太少绳，而且又很坚硬的绳子。它这个表这个绳子的粗呢，粗细呢，也是按那表的轻重而定的。表要是重一点，你呢就可以绳子可以稍微粗一点；要是表轻一点呢，绳子可以细一点的。相反呢，你要是表很大、绳很细的话，它打出去那个力量就跟不上。你要是表小，绳子粗呢，一样它打出去呢，就显得很发飘，你打不出去。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表的种类，表的种类呢也很多，也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形式。下面一般那个表，在我们古时候的表呢，很多都是六棱形、八棱形或者是圆柱形的，也有一种呢像咱们那个红领巾那个头子一样的那种形状。哎，但是呢，它们的用法基本上都相同。在它们是软饼器里边呢，其中呢还包括很多。你比如说，像飞虎爪啦，像流星锤啦，哎，这样呢，它都是软饼器的一种。下面我再给大家直接介绍一种呢，也是当做声表一练法一样的这种东西呢，叫做流星锤。它是演练招式呢，基本上相同，但是流星锤呢，要比声表要偏重一点。啊，像我带来一下这一种，啊，相当于一个是保护路型的。它的气打方面呢，基本上跟声表相同，它的演练方法，但是就是重量呢，比声表要重。像这个流星锤，估计在1斤半重左右。但是声表，我们国家声表呢，一般话声表，基本上就在7、8两重，这么样之间。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声表的。怎么随身带法？咱们第一个要讲的声表的带法，就叫做五花大绑这种带法。五花大绑，你看我给大家做个示范，它在放在从右肩上，哎打过去，然后呢，这个手呢从左边掏过来，哎，这是双绳，这边呢从这个绳扣套上去，这个从后背掏过来。哎，成一个后边呢，成一个交叉的一个形式。为什么这样编呢？第一，我们外就以穿过来挂，携带方便。这个表呢，平时要出手呢，也很独特。它而且是只是一纵身，它就能把表打出去。哎，我再给大家编一遍，从右键。这么打过来，右手、左手从这边这绳抄过来以后呢，别上这个绳，从左腋下、右腋下穿过去，别到绳扣呢，要是绳长的话呢，也可以，哎，从这样塞进去，这就行了，正好很贴身。他要紧着用的时候呢，你看，这手拿着表，这手拿着绳扣。
用这种笔筒式一拽，就可以把表打过去。还有一种戴法呢，也就是我们平时，说要是走得很远的情况下，没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能憋的时间很长，它就是一种打绳结的方法，这样憋过来，你看。 它这种编法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在短距离打斗中呢，可以当做纠结扁刃，可以当做纠结扁刃这种使用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，它能快速的出手，看一下，它能迅速的出手。这种绳法打的呢都是些活扣，很实用。我再做一遍，给大家缠一下看看。用这时候。 编在一起，像个腰带一样，我们可以呢贴身呢系在身上，用表把它穿过去，然后呢从那别一下，这种编法呢很隐蔽，隐蔽性也很好，在穿完挂以后能戴很长时间也不会掉，也不会扎到身体。在这个绳表要出手撑时扣着这个把手，这个时候呢，能随时的打出去的这种，迅速打出去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常的要出远门或者怎么装包裹的情况下，这种打法呢就简单的多了。我们主要需要把它弯的弯扎的更小，不占地方，也不行动呢又不很乱。 像这种放在包裹里、放在行李箱里，很不占地方，而且绳子不乱，摸出来又能重。好，这个缠绳的方法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这里。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表的运行。表的运行呢，它无非就是两种，一种呢就是那种顺时针，也就是这种扎打，它是往下扎，这种顺时针，它这种打出去，你看。 它以这样的出去，从上面划出去，这叫扎打。还有一种打法呢，我们平时用的，叫做挑打，就是以逆时针的方向往上挑，这样顺手出去。这是两种。我们一般拿表的情况下呢，以用的就下边要丢多长的表绳为准呢，也就是说基本上都在。 1米左右的位置，这样才方便。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打印，就是我们一般打表，它都怎么利用？肘打、肩打、膝打、腿打、脚打，还有呢，用脖子打。我一样一样再做给大家看一下。 这肘打，这腿打。 这是脚打，这是拨打。
我们除了呢利用身上的各个关节来把神庙打出去以外，我们呢也可以利用身法与手法，哎，把神庙组成一种看前打、哎后打这种左打、右打、上打、下打的几种，主要的得配合身体的配合。我们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套路，升表套路的第一个式。好，这式呢叫做浪子起球。我给大家先做一遍。这一招怎么练呢？这一招，这个把升表放在地下以后，脚踏在升表后部，远呢10公分左右，把表呢，哎，带到脚面上，这样一抬腿弹出去，哎，正好放在左面上。这样把升表弹出去，在这弹出去同时呢，你这个升表这边手一定要稍微带一下，不要这么松，这么松的时候你弹的时候它从底下滑掉，容易缠上腿。升表的电视。叫做玉女穿梭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这个玉女穿梭，它就是把升表。以顺时针抡起，然后呢，顺着右手划出，左手呢配合把绳松出去，然后挥手的时候呢，左手挥拉绳，把它带回去。哎，这一招呢，就像一条枪一样，直直的刺出去。我给大家讲一下升表的第三招，叫做背后插花。
那么这一招的练习呢，也就是配合第一招，郁金香掌这一招，把它呢迅速的拉过来，而且从背后，哎，从左路直接从背后打到右路。我给大家再慢慢做一遍。 身子后撤，哎，带动升秒。下面我给大家讲下一个招式，叫做舞龙攀肘。 这个动中取保，它主要要领在哪里呢？在抬胯下这个绳子时候，溜绳一定要溜得准确，溜绳一定溜得要准确。然后这个右脚前脚落下的时候呢，左脚顺势呢往后抻出，勾住这个升标的绳子，然后带于挡下打出去，啊，来解了这个绳的一个技法。 哎，抬起来，溜绳一定要稳，准确。下面我们接着讲下一个动作，叫做超前一炷香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 示范好，我靠！超前一炷香，它就是做成一种缠肘姿势，然后呢，表头都打到往上的时候，手肘走开，把它送上去，这个表就直打上去。 好，接下来这招呢，叫做紧龙入地，也是紧接着超前一炷香而做的。来，我给大家示范。
金龙入地，也就是在朝天一炷香，在落标的同时呢，揉一揉抖手的话，把它扎入地下。这个标一配合呢，就叫上天入地。他这个打入地的时候呢，把镖落下来之前，用胳膊去抖一下，去找一下感觉，去抖一下，这样呢，镖才能插得更深，打得更有力。接下来呢，这一招呢叫做倒踢紫金龙。这一招式呢，也是接着上一式来完成的动作。我给大家来再演示一下。这叫倒踢紫金龙，他用他的招，用他的脚，迅速的，踢着这个圣镖边链的那个部分。把镖打起来，然后这样才能发出去。这个动作要一气呵成。用后脚去后摆，能打出去。这就说是之前打后这种打法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招式，叫做狮子摇头。来，我来演练一遍。这个狮子摇头招式呢，就是以脖子来缠住它，然后呢，并不放下来，用两个胳膊肘子、肘部再循环的缠住，这样呢，做一个有个声标的循环运动。咱们接着进行下一招，下一招叫野马分赃，我给大家做下示范。这个野马分鬃这一招，也就是配着两肘的外拐，打一个轮回以后呢，把镖直接打出去，然后收回来，再这样循环的做，这边又有表演价值，又很有实用价值。下一招式呢叫做过老骑驴，我来演示一遍。
这招式呢是配合从底下这个腿里几个弯法来突然把它放出去的。它这一招式的要领在哪？要领就是你松松的时候留声，一定要存足，换手一定要快。嗯，弹表的时候一定要弹足，用身体力量呢把表弹足，因为你要说表打出以后身体可以往后带一下。 这种表呢，打出去才能有力。哎，弹声基本上就打完了声，全部撒手，然后呢上步，嗯，用身体力量把表弹出去。下一招的演示叫做无花大绑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他这一招呢，配合，再把表全部缠身的时候，嗯，从前步后把表打出去，用左手把绳逮住，然后呢，用一个片麻，一个抗倒的方法，把表的手回来。这种呢，看我手里打的这个，实际上面的绳呢都是活块，哎，然后再揉一下，把它揉在一个肉右肩上去。 这整个位置绳都在缠在肩上，然后这个发表的时候，把表从头后拿出，哎，迅速打进去。我再给大家做一下示范。 我们进行霸王妥协这招的演练。这招就是利用前举掌等力。 这招就是利用前举掌蹬力，哎，与他这个触角反位的这个惯性，哎，把它蹬出去。他还有一招反掌，那叫展前固后，是顺着这耳来的。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他这看着是往前整，顺着腿呢，打到后边去了。这就是在指南打北，指前打后，给敌人一种迷惑。下面我给大家呢，演示一下霸王卸甲的招数。
霸王蟹甲的招数。哎。 好，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呢，小动作复杂一点。我给大家慢慢的讲一下，把铅表打下去以后呢，挂在脖子上，利用铅轴打法打出去，拉过来，翻身，打在你右肩上。这时候呢，你可以突然把表直接发出去。嘿，哎，我再做一遍。 他这个导出招式的动作要领呢，就在抻脖子的同时呢，哎，来翻表的时候，把绳逮住，逮住绳呢，以反方向打表的时候呢，哎，正好走在嘴边，用压咬住，然后呢，借助压的力量呢，把它打出去。哈。
片玉带缠腰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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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下面我又讲一下子这个玉带缠腰的主要要领。玉带缠腰的主要要领呢，就要把绳把表打出去以后，从后边穿过来，用左手接住，然后呢，用一个片马康刀的动作做下来以后，把从左腿部出来，哎，左腿落的同时呢，从右腿抬起，从右腿下打出去这边，大家再看一遍。 对，这一招还可以配合着其他招式再演练。他这还有一招呢，就叫做呢“玉带缠腰指二”，也是他从他的这一招分解出来的。我给大家做一遍。还有可。 他这一招跟第一有哪的区别呢？第一，他是通过片马从腿下发出这一表，而这一表呢，不是，这一表他不从腿下过，而是打到右边以后呢，用这一招把网妥协，哎，把这一表打出去。 哎，用霸王妥协，把这表打出去。好，升秒的套路呢，就给大家讲到这里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升秒打15的招数，大家看一下。我现在用的呢，一种这种逆时针挑打的一种，把升秒拉直送出去，这种打法。 这种打法呢，绳杵着就跟一条枪一样，直接打到靶子上面。好，我再给大家示范一遍。这个打这个表的时候，手临出手之前，小臂要往上抬一下，这样再出手放表。 这样呢，表它走的要求很平行，哎，打出去很平行。你要不手臂往上抬的话，它就会以这个往上打，打得很斜，也就没有力量。下面呢，我就给大家再讲一下子这个匝表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顺时针运行的这个表的走线。这种表呢，打出去呢，要比调表的时候打出的力量要重。好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 它的升秒打的用力，
用力的时候，在你反弯的同时呢，以最大的力量把镖打出去。它穿透了柱子，这样的。